Was it really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我是丹丹，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就是关于飞机的 flex。 然后我会想要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之前在坐飞机的时候，因为我都坐靠窗位嘛，然后我就听到坐在我前面的一对情侣，他们在讨论就是飞机，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地面，然后他们就讨论说哎，那飞机的翅膀就是在动，然后他们还想说是不是坏掉了，所以我就想说哎，这其实是可以讨论的主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 flaps 的变化。如果你们有常常看那个空中浩劫，就会知道其实 flap 这个设计对飞机真的很重要。因为就曾经就有一些机师他们在起飞前没有把 flaps 放下来，结果就因为升力不够导致失速，然后就坠毁这样。那我就是就有访问了一个77的机师，还有一个350的机师。我发现如果要找一个机师讨论 flaps 的话，我们真的这个影片可以录三天三夜，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就他们的专业嘛，这个也是一个飞机很重要的设计。他如果讲太简单他会不开心，可是如果他讲得太难我会不开心，所以之后我就决定那我自己来录好，因为我就可以把我可以吸收我听得懂的就当一个笔记，然后就是分享给你们。那第一个呢，要讲到 flaps， 真的就是一定要提到升力公式的，就是升力会等于二分之一的空气密度再乘以速度的平方再乘以翼面积再乘以升力系数。有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人为去改变空气密度。那我们如果今天在比较慢的速度，我们就只能增加翼面积跟升力系数去维持一样的升力。Flaps 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它可以增加翼面积，同时靠角度的改变去增加升力系数。第二个呢，我就问我朋友说，为什么 Flaps 在好像在起飞没多久又马上收回去，它不是可以增加升力吗？那原因是其实在高速下 flaps 它如果放出来，它增加的阻力也会非常大，就会增加油耗。而且其实 flaps 它本来的设计就不是在高速下使用，它每一个放出来的位置它都有速限。第三个，我访问777的机师跟350的机师，我发现原来波音跟空巴他们的关于 flaps 放的位置的数字是不一样的，就波音他们是1、5、15、20、25、30，就六个不同的位置，然后空巴是1、2、3跟 4， 所以你也可以从这个小细节分辨这是波音的驾驶舱还是空巴的驾驶舱。第四个，我就问我的朋友说那你们是不是降落的时候一定就会把 flaps 放到底？其实不一定，因为很多机场都有噪音的限制。那如果今天 flaps 放到底，它其实阻力也很大，那你这时候就需要很大的油门，那你就会很吵。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原因，就是如果今天跑道够长的话，那其实你不需要把 flaps 放到底让它很慢的落地，因为你快一点就可以快一点离开跑道。最后一个我就问，那你们降落的时候有规定什么时候以前一定要把就是 flaps 放出来吗？然后朋友是说，基本上现在大型的民航机都是仪器进场，那他们就规定一定要在1000尺之前就要放外型，就是把 flaps 放出来，因为1000尺之后你就要专心的降落。以上呢就是目前我就是学到的，然后记得的关于 flaps 的 facts。那如果你们还有其他想要跟我分享的，就是你们觉得够简单，我可以听得懂的，你们可以留言跟我说。或者如果你们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我帮你们问一些机师的，你可以留言跟我讲。然后希望你们下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可以除了看风景之外，也可以就是注意一下 flaps 的变化，就是很有趣。好咯，就这样咯，拜拜。